passiontimes.hk。今日都講下啲八周年嘅感受啦，咁樣。咁係今年就係二月時報八周年啦，即係我哋開台咗八年，成立咗八年。咁就阿先講啲是非啫，就係、是其實今年係熱血公民嘅八周年嘅。今年就是熱血公民成立了八年啦，咁樣。咁熱血公民咧就特別少少嘅，熱血公民咧就每四年咧先可以慶祝一次佢嗰個創辦時間咁樣，因為佢係2月29日成立，咁我每四年先慶祝一次咁樣。今年冇慶祝啊，屌你！令我相當之不滿，令我相當之不滿。就話說今年2月29日咧，就係因為咧熱血公民咧就當其時就係礙於呢一個咁樣嘅叫做瘟疫啊，那個瘟疫嘅情況啊，咁咧就因為嗰個瘟疫嘅情況咧，就覺得不如都係唔好搞啦嗰啲咁樣，就冇搞到任何嘅嗰啲聚會啊、慶祝啊、活動啊嗰啲咁樣，即係我就覺得好可惜嘅，同埋我覺得好遺憾嘅。同埋，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唔必要嘅，因為呢個同我嘅行事方針咧，就可以話係180度嘅相違背。因為其實爆發咗武漢肺炎咁耐咧，其實除咗嗰啲你話因應法例，你話因應法例唔搞得之外，而二月嗰陣係冇限聚令噶嘛，其實2月29日嗰陣係冇限聚令。咁喺冇限聚令嗰啲，咁當其時都冇諗到會有限聚令啦，亦都冇諗到後來會有限聚令。咁其實咧，我就覺得咧，冇限聚令嘅情況底下咧，再加上我哋覺得個肺炎咧，就其實就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嚴重啦咁樣。咁其實咧，我就覺得係應該嗰陣就應該聚會，因為熱血同熱血時報有啲唔同啦。因為11月11日就年年都有啦，2月29日得四年先有一次嘅啫嘛。咁嗰日都特登 set 2月29日就係等大家因為《熱血公民》同《熱血時報》有少少唔同咧，《熱血時報》就娛樂性啲啦，《熱血公民》就務實啲啊，做嘢啲啊。咁我就《熱血公民》就唔好撚成日飲飲食食啦。咁啊，四年先飲飲食食一次，咁四年都冇撚嘅喎，咁樣咁啊得，咁啊，比我創黨嘅時候仲撚艱苦啲添，咁撚樣，仲撚刻苦啲，即係連聚會一次都唔撚。四年一次聚會都唔撚搞嗰啲咁樣，咁當然啦，我哋而家11月11日都冇搞任何活動咁樣，咁但係你睇翻轉頭咧，就係咧，因為我哋係提前咗搞，我哋唔係取消咗嘛，我哋提前咗，咁同埋咧就係咧，借住呢一樣嘢咧，都講一講咧，就係咧，《熱血時報》八週年咁樣，今年當然係世界大亂嘅一年啦，即係《熱血時報》成立嚟到八週年。世界大亂啦，樣樣嘢都亂曬大龍啦，選舉又取消咗啦，乜柒都取消曬啦咁樣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覺得自己今年咧，我覺得我哋今年有一樣嘢，比往年做得好嘅，比往年係做得好嘅就係、是，正正嗰個比較就係嚟自於熱血公民取消咗嗰個八週年嘅黨慶。我覺得今年我哋做得最好嘅一樣嘢咧，就係咧。我哋冇取消過任何嘅活動，咁呢樣嘢係你想知道今年咁樣嘅環境、咁樣嘅時節底下，要搞任何嘅活動都係舉步維艱嘅嘛。咁今年我哋又年頭嗱，而家啱啱公布咗啦，又將會冇年宵啦。咁我哋年頭嗰陣就已經冇咗個年宵，即係冇辦法喺維園啊、旺角去搞年宵。咁但係我哋其實冇取消到我哋嘅年宵活動。只不過我哋就係移師咗網絡啦，同埋我哋 studio 啦、開倉啦咁樣。咁啊書展又取消咗，咁啊書展取消咗，但係我哋都冇取消到我哋嘅書展啊嘛。我哋都照樣搞書展，我哋嘅照樣出版，照樣去推介唔同嘅書俾大家咁樣。咁今年係我哋有好多，即係當然啦。而家 stand up comedy 就冇得公開報名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唔會停止出去食飯噶嘛，你哋明唔明啊？我哋係唔撚會停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今年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抗爭團體咧 ，life as usual 係一個好重要嘅抗爭環節嚟嘅，一個非常重要。嗰個唔係淨係
嗰、那個唔係淨係吃喝玩樂、飲飲食食或者係消費娛樂咁撚簡單，而係個世界想改變你嘅生活模式。而我哋好努力咁樣，都唔單止係努力，我哋搏撚曬命咁撚樣，去令到我哋嘅生活模式唔會受到干預。頭先咧熄咗麥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就問，就係覺得喂，做咗八年啦，覺得《月時報》嘅進度點咧？佢哋心目中《月時報》嗰個形態，去到幾多成咧？咁樣，咁就其實就兩三成都冇嘅，兩三成都冇嘅。咁但係即係因為嗰陣時好艱難咯。咁其實個目標係咩咧？個目標就係、是、即係成立《月時報》幾個目標，第一就係喺個社會上邊。在社會上面可以做到一個輿論的平台，去 gather 一些共同的價值觀，讓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有個原地，有個場所，可以去找回共同價值觀的人，可以匯聚在一起。因為共同的價值觀大家互相去碰撞才會互相去滋長嘛。咁呢個第一樣嘢啦，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要衍生一個共同嘅價值觀，你需要有一啲渠道，即係嗰個渠道唔係淨係講話有個 channel， 有個地方播片，而係你要有啲節目、有啲文章、有啲嘢 deliver 到出嚟，有啲作品、有啲產品。咁所以尤其是我哋講關於香港文化，我哋去做一作品出嚟好重要，要做到一啲作品出嚟好重要。咁因為我本身自己係一個創作人啦。咁而其實我的目標就是或者即係未有熱血呢個概念之前，我從來都是希望我可以建設到一個環境，一個環境去俾大家可以合理同埋有一個有良好的環境，可以去磨砺磨練創作，然之後令到有一個可以產生到專業的一個空間和平台出嚟。咁而家咧就你容許我咁講，即係頭先就講嗰啲困難啦、艱難嗰啲咁樣啦。我就希望未來發展落去，就係令到《月時報》無論係音樂、小說、漫畫、節目、新聞各樣嘢，都能夠真正踏上到一個專業嘅門檻。